你而家听紧嘅咧系圆网台，我系生食食出新生同埋绿色心灵力量嘅主持周小祥。哎呀，呢轮转天气风湿骨痛，好辛苦。奶奶，我啱啱买咗一个最新科技嘅太空小灵晶，可以迅速舒缓任何痛症噶，咁就唔怕风湿骨痛啦。哇，咁好噶，咁啊买多个分享下俾阿姨婆啦。太空小灵晶可以喺六创意健康店买到，电话2882-4848，网址系www.healthshop.com.hk。以下节目内容纯属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欢迎收听原网台的自然疗法与你，我是戴安娜。今日会继续同袁大明自然疗法医生同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自然医疗资讯、最新的发现，等你同你屋企人可以享受到健康快乐的人生。Hello， 袁医生。Hello， 戴安娜你好，大家好。Hello， 大家好。嗯，袁医生，我知道你今日同我哋讲一样嘢系好特别噶，未必人人都听过噶，系植草土，植胶个植，海藻个藻，土地个土，究竟咩嚟噶？都未听过嘅。咁英文我哋叫做 diatomaceous earth， 咁、啊、大家都听过植啦 ，silica 啦，系咪？咁 silica 通常咧系沙里边嘅吓，即系我沙里边嗰啲系属于叫做二氧化植 silicon dioxide。咁、大家都知道咧，做玻璃啊，好多时候都系一种常用到嘅物质嚟嘅，好靓嘅沙。但我哋今日所讲个植藻土咧，系一种植物嘅植吓、啊，有一个海产类嘅植物嚟嘅。咁我哋而家讲嗰个咧系一种叫做食物级或者叫食用嘅植藻土啦。咁通常咧就系一啲我哋叫做单细胞嘅植物，即系海即系水里边嘅植物，单细胞嘅植物咧，我英文叫 diatom， 亦都叫植藻啦吓，即系一种海藻嘅藻啦啊，一种嘅食物。咁呢啲通常咧就系佢嗰啲好显微镜咁细嘅。呢啲咁嘅化石嘅剩余物啊，即系呢啲咁嘅一单细胞嘅植物嗰啲化石嗰啲剩余物嚟嘅。咁呢种咁嘅我哋叫做食物级嘅植藻土咧，可以咁咧系100%天然同埋有机嘅植嘅来源嚟嘅。咁通常咧就系、是、我哋喺一啲嗰、那个淡水嘅地域里边咧，就有好多呢啲咁样嘅植藻土嘅食物级嘅植藻土嘅，咁呢个咧可以咁讲咧，系因为佢系一个好纯嘅植啦，咁所以咧系可以适用俾嘅人同埋动物捕食嘅。嗯，好啦，喺营养价值方面咧，植藻土咧可以咁系85%系嗰啲植物嘅植 ，OK， 但佢亦都含有15种天然嘅矿物盐嘅，咁所以呢啲咁嘅唔同15种嘅矿物盐咧，系对个身体非常之有用嘅。咁呢啲矿物盐咧会增进我哋健康啦，令到我哋个头发更加光泽啦、皮肤啊嗰、那个指甲方面啊咁。咁所以佢主要嘅作用咧就系、是、排毒啦，同埋一种补品，即系一种矿物盐嘅天然嘅补品嚟嘅。咁我哋通常见到咧，你买得到咧，通常系一啲粉状嘅、即系好似嗰啲好似嗰啲黏土粉啊嗰啲咁样嘅，呢种咁样嘅样嘅，好细粒，好幼细嘅。咁有阵时候咧，如果你带你用嗰阵时候咧，佢会喺可以幼瘦到咧喺空气中飞扬嘅。嗯，好啦，咁呢啲咁样嘅，即系所谓叫做海洋浮游生物嘅嗰个化石嘅剩余物啦。咁可以咁讲咧，系差唔多系古。好多年前嘅历史，即系史前嘅时候嘅主要嘅食物来源，即系呢啲咁嘅浮游生物吓。咁当呢啲咁样嘅浮游生物咧死咗咧，咁佢嗰啲化石嗰啲沉余物咧就会跌咗落嗰个海洋底，咁最后咧就慢慢你硬化。成為好似啲黏土嘅呢咁樣嘅粉狀啦，咁我就喺呢，我就叫做植藻土啦。咁但我哋而家用嗰啲咧，係一定要由嗰個淡水嘅，因為咧呢啲咁嘅植藻咧，就會即係佢會產生一啲好硬嘅殼嘅。咁
如果在海洋那些就是很硬的，但在淡水那些就是比较呢是没那么硬的，即是容易比较脆弱一点样的。但当然啦，海洋这种这样的植藻呢就其实就不是那么容易用得着，尤其在食物那方面就是不是那么用的。好啦，咁喺我哋而家讲嘅食物级嘅植藻土咧，系对我哋嘅身体嘅健康系非常之有益处嘅。咁我亦都发现咧，植藻土咧系爱嚟咧就系、是、冲洗我哋身体嘅嗰啲细菌嘅。啊，咁但系咧佢亦都唔会破坏吓、啊、我哋身体嗰啲好菌。咁你有时候咧，但系你曾经喺嗰个网上都睇到啲资料啦。佢话咦，好似系爱嚟用喺滤水器里面都用下，系啦、啊。咁就其实咧喺滤水器里面咧，佢都爱嚟用咗系一种清除嗰啲个水里面嗰啲细菌用嘅、哦啊。好啦，咁当我哋即是内服这些植藻土的时候呢，我会见到很多种的效处啦。咁最紧要的最明显呢，就会可以减低我哋的那个胆固醇啦、减低我哋的血压啦、舒缓我哋关节炎那些、痛楚啦、增加我哋那个能量啦、同埋呢令到我哋的大便呢就正常化啦。咁令到我哋皮肤更加柔软啦、亦都对于我哋那些鼻窦炎啊同埋咳嗽啊可以舒缓佢嘅。咁当然一种每日嘅即係食物补充剂呢，好多人相信呢呢一种系一种差唔多最好嘅即係清洗内脏，亦都帮我哋呢系消除嗰啲我哋肠脏里面嗰啲寄生虫嘅。咁、因为点解呢，因为呢啲植草土呢佢本身呢，因为佢系一种化石嚟㗎嘛，所以佢好即係嗰啲钙系嗰啲即係嗰个植呢嗰、那个样系好尖锐嘅。咁所以呢啲好尖锐嘅化石呢，系好多啲我哋体内里面嗰啲寄生物呢系抵受唔到嘅。即係好似话呢可以即係割破呢啲咁嘅嗰啲咁样嘅肠里面啲寄生物嘅。咁植呢系我哋地球里面呢系差唔多系除了氧之外呢是最常见的元素来的。但呢在食物里面呢是很少有食物呢是有含有足够 的分量呢是即是可以补充我们身体的需要的。我知道植呢是对我们的骨啦、我们的筋啦、皮肤啦、软骨啦和血管呢都很重要的。我亦都知道呢植呢是在我们那个血液里面都看到的。咁由其他啲重要嘅器官啦，譬如个肝啦、心脏啦同埋肺呢，都会见到好多植呢个成分嘅。咁仲有呢，植呢喺我哋身体好多啲扮演一个好紧要嘅功能，喺我身体嘅唔同嘅功能啦。咁佢有一个影响我哋身体吸收嗰个矿物盐嗰个能力。你知道啦，身体吸收唔同嘅矿物盐嘅。咁但係吸收得好唔好呢，係需要植去帮手嘅。尤其钙嗰方面啦，你针食钙呢有时候呢身体吸收得好少嘅。咁所以呢植呢係帮助我身体呢係吸收所有啲矿物盐。咁肯定啦，我哋身体需要矿物盐先可以即係维持到个健康嘅。咁亦都会增加我哋即係改善我哋嗰个生命嘅质素囉。咁我哋身体呢本身一般人呢自己身体大概能够即係储藏到大概七克 gram 嘅植嘅。咁呢个咁样嘅即係嗰个分量呢，可以咁讲呢係远比其他嗰、那个矿物盐，譬如好似铁呢係为高㗎、即係比较好几高下嘅七个 gram 嘅。咁我哋需要呢是每日都要吸收或进食呢啲咁样嘅植啦，尤其是即係年纪轻嗰时候啦。咁因为呢喺我哋慢慢老化嘅时候呢，我哋个植嘅水平呢喺我哋身体组织里面呢係通常呢就会跌得好犀利嘅。咁所以呢好多时候呢补充呢要及早、就唔好等到年纪好大嗰时去做。咁但有一样你唔使担心嘅，植呢就唔会话即係喺聚集喺我哋嘅身体嘅。因为呢佢係水溶性嘅。咁所以呢係好容易呢俾我哋嗰个肠壁呢吸收，但亦都好容易俾我哋肠壁去排泄咗佢嘅。咁所以呢我係需要每日去用，係好紧要嘅。咁又唔使太担心会用得过量啦。因为所有过量嘅植呢，我身体呢
都在我们的肾和我们的小肠那里是自己会排走的。所以我们的研究都发现就是从来未见过有啲咩话，因为食太多咧，系导致有啲任何嘅即系不良嘅后果嘅。嗯，袁医生啊，咁食系点应用噶？我头先咧喺网上面见到咧，原来有好多化妆品、护肤品都有用食呢样嘢嘅。系啦，咁你会睇到咧，系佢应用嘅范围咧系其实好多噶吓，唔系单单喺个化妆嗰方面嘅。咁或者我逐样同大家即系解释分享下，咁大家可以自己记录落嚟吓。咁首先咧就喺嗰、那个暗疮啦吓，佢、发现咧，我哋植咧系可以帮助好多皮肤嘅问题啦，包括皮肤痕痒啊、出疹啊、好多啲脓肿啊、吓嗰啲疮疥啊，同埋咧系暗疮嘅。咁佢会令到我哋个身体嗰个皮肤咧系光滑好多啊，尤其是过去如果有暗疮呢个问题嘅。咁另外一个地方咧就系喺嗰个抗氧化嗰方面啦，可以咁讲咧，佢系可以帮我哋身体咧系除走一啲有害嘅游离基嘅啊，譬如好多啲重金属或者系嗰、那个无机嘅毒素。咁当然咧，呢啲重金属毒素咧就会令到我哋咧系加速我哋嘅老化同埋制造病嘅。咁所以呢个一个好好嘅抗氧化嘅作用啦。仲有佢就系一个抗衰老。咁你知道啦，当我哋开始年纪大嘅时候啦，我哋嘅直嘅水平咧喺大人咧系通常咧就系即系好直线咁嚟到下降嘅。咁、直至到咧呢、這个直咧变得好低好低嘅。咁直咧，同我哋可以同另外一个抗氧化剂咧一齐合作咧，系预防我哋嘅即系嘅提早衰老，同埋咧系令到我哋保持青春嘅。咁直咧可以咧系减低我哋嗰个老人斑啦，亦都我哋会加强我哋嘅骨络啦、牙齿啦，同埋嗰个指甲啦，改善皮肤嘅健康咧，同埋改善我哋关节嘅健康啦。减低个血压咧，同埋减低嗰个胆固醇啊，即系好多其他方面嘅。咁直咧的亦都系一种抗炎嘅工具啦，可以消炎啦。佢因为咧就可以即系吸收好多啲气味啊嗰啲问题。咁所以点解咧喺嗰个滤水器啊，喺净化咧，其实用呢、這个起码将嗰啲臭味啊可以吸收佢。直咧亦都可以帮我哋改善我哋关节嗰个弹力啦，可以帮助类固风湿性嘅类固醇啦，舒缓嗰个关节嘅痛楚啦，所以喺关节炎嗰方面咧亦都有帮助。血压方面咧，我哋发现咧，对一啲高血压嘅人咧系非常之有帮助嘅，因为咧直咧系可以令到我哋血液循环咧系正常。同埋咧，亦都可以調校我哋嘅個血壓、高血壓嘅問題嘅。咁我哋通常咧服用嘅人咧，好多時候都覺得哇，即係好嗰種奇妙嘅降血壓嗰個效果係好驚訝嘅。好多千萬人嘅都試過咧，只用呢個嘅枕用直嘅時候咧，好多人都發現咧嗰、那個血壓咧就係、是、可以降低得好快嘅。好啦，喺骨絡嗰方面啦，我哋知道咧，原來咧係直咧係幫助我哋將抗物炎咧，系即系放喺嗰个骨里边嘅，尤其是钙。唔好意思，医生，时间关系，转头翻嚟继续自然疗法与你。我哋平时饮嘅水都充满咗重金属、杂质、氯气同埋细菌。我会用健波能量活水器，除咗可以清除以上嘅杂质之外，仲可以活化水中嘅信息。健波能量活水器，生命资源，健康之泉。六创意健康店电话2882-4848，网址www.healthshop.com.hk。欢迎翻嚟圆网台嘅自然疗法与你，继续我哋今日嘅题目。植祖土，咁头先袁医生同我哋介绍咗咩系植祖土啦，同埋讲紧佢嘅应用。
咁点样喺血压方面有帮助呢？嗱，我曾经讲咗啦，嗰、那个植藻都可以帮我哋减低血压啦。啊，应好多好多人嘅经验，数以千计嘅人咧都试过嘅。咁跟住咯，就植藻土咧系可以帮助我哋将嗰啲矿物盐啊嘛，放落我哋骨落。骨入边嘅，咁当然啦，包括钙啦，系咪？咁所以咧，如果我哋喺个，如果我哋需要即系复合嗰啲骨咧，除咗钙之外咧，我哋需要埋植嘅，因为植咧就会我哋加速吓、我哋嗰个骨折嗰啲问题、令到我哋骨折嗰啲地方咧，会减低嗰啲拉吓嘅出现啦。咁净系用嗰个钙其实系唔够嘅啊！我哋仲有咧，当我哋身体钙不足嘅时候咧。我哋嘅身体会将植咧系转化为钙，即系好得意嘅。我身体我叫生物转化吓，好多啲元素咧，我身体咧其实可以话可以将佢变动嘅。好啦，咁我知道钙啦吓，大家都好多时候咧都认为钙好紧要啊，咁系骨质嘅成长啊咁。但原来我身体需要植嘅，如果我哋植冇个植咧，植咧系我需要植咧当为一种即系一种运输嘅工具嚟嘅，系钙嘅运输工具嚟嘅。咁佢先可以咧植入我哋嗰个骨络系统嘅。如果我哋冇植去将我哋个钙打入，即系运输入我哋嗰个骨嘅内部嘅时候咧，咁我哋身体咧就其实就会出现一种嗰、那个慢慢你会出现嗰、那个植嘅不足啊。咁植嘅不足嘅时候咧，我哋会见到开始会骨会脆弱啦。我哋个指甲会变得脆弱啦，我哋皮肤咧就有好多啲老化嗰啲皱纹啦，头发会干啦，或者甩头发啦，或者口气都会出现嘅。咁、所以你睇到咧，其实咧植咧系喺好多方面啦，尤其帮助钙嘅混入我哋个骨络系统系好紧要嘅。好啦，咁植咧原来都可以帮助我哋一啲所谓念珠菌呢个问题嘅。咁好多时候咧，我哋医生咧就即系将念珠菌嘅问题咧误诊为一种叫做 Lyme disease， 就比较严重好多噶啦吓。喺心血管方面啦，我哋植咧系可以帮助我哋呢啲嗰个动物血管嘅疾病，咁可以加强嗰个血管吓。我哋研究咧系证实咗咧，系当我哋年纪长大嘅时候咧，我哋嗰、那个我哋。心脏嘅大动物咧嘅植咧就会慢慢消失咗嘅。咁、我知道啦，呢个 aorta 嗰个心脏大动物咧系我哋心脏嘅主要嘅血管嚟噶啦。咁即系咁亦都会即系会导致到我哋嗰个结缔组织会软化啦，导致咧我哋血管咧系会有即系心脏病嘅危机嘅吓。咁、我亦都知道咧，我有一种叫做嗰种心血管嘅血瘤啦。咁都因为我哋嗰个身体嗰、那个个结缔组织呢系出现问题，咁植呢喺呢方面呢系一个扮演一个好大嘅角色嘅。好啦，喺胆固醇嗰方面啦，我哋发现呢植啲嗰个植藻土呢系可以减低我哋身体嘅胆固醇嘅。咁我哋大部分嘅情况呢，佢只需要两个星期用嗰个植藻土咧，差唔多咧，嗰个胆固醇咧系可以降低40到60点嘅。咁我哋身体咧，当然啦，一小部分嘅个植黏嗰个植藻土咧，系会直接吸入我哋嗰个血即系血液里边嘅。咁呢个植藻土咧喺个血液里边咧，系帮助我哋咧系消除一啲坏嘅脂肪嘅。好啦，collagen 啦、啊、嗰、那个呢方面噶啦，我哋身体即系嗰个所谓collagen 咧系骨胶原啦，骨胶原咧其实原来大部分咧都系系植制造嘅。咁、我哋知骨胶原系做咩咧？系一种胶黏住吓我哋嗰啲身体嗰啲嗰个组织嘅。咁如果我哋身体系有足够嘅植咧，呢骨胶原咧就会令到我哋感觉系好年轻嘅。咁当我哋身体嘅组织开始破坏退化嘅时候咧，因为我哋嗰个老化啦，同埋我哋嗰个骨胶原嘅个结缔组织咧，开始咧就慢慢地咧系失咗嗰啲嗰个水分啊。如果咁嘅问题啦，即系如果我哋唔帮佢咧。
啊，这个慢慢变得干失了水分的。嗯，那在我们这个值呢是可以减低我们那个结缔组织那种退化那个过程或者减慢它的。嗯，啊，大家都知道骨胶原的重要啦。好啦，在个结肠那边啦，啊，我知道呢如果一个干净健康的结肠呢是可以减低那个息肉啦，癌症啦，溃疡啦，同埋呢我们帮助我们身体呢是即系继续不断咁嚟到排毒嘅啊。咁喺今时今日咧，好多人咧都会做下洗肠啊，同埋排毒嘅嗰啲程序啦。咁，嗰个植藻土咧系可以咁讲咧，系帮助我哋咧系呢一方面嘅相似嘅嗰个清洁嘅啊。咁我哋身体咧，如果是肠里面啦，细肠里面肠道里面呢是有足够的值呢，是会减低我们个肠道的发炎那些问题的。咁亦都会帮助在我们个胃啊同埋肠嗰啲黏膜嘅啲溃疡嗰啲问题。咁亦都会好快呢帮我们减低或者清除咗吐泻甚至或者佢便秘。即两方面呢这个都有帮助嘅。好啦，另外一方面便秘啦，植藻土呢可以帮助我哋呢係即係促进我哋嗰个肠道嘅蠕动啦，令到我哋个结肠呢更加健康啦。咁我哋呢个肠呢个身体呢就会有更加好嘅排便个习惯啦，咁导致我哋改善我哋整体健康或者整个人嘅。好啦，喺嗰个美容嗰方面啦，首先阿大人你都提到啦，其实网上都有时讲呢样嘢嘅。咁其实咧喺好多美容同埋健康产品咧，都会利用植咧系帮助我哋头发啦、皮肤啊、指甲啊、骨啊同埋关节嗰方面嘅。好啦，排毒啦，我曾经提过啦，植系一种排毒嘅工具啦。原来咧佢去帮我哋排走啲重金属啊，个大肠杆菌啊。菌同埋啲病毒啊，各方面嘅，咁佢可以帮个整体个提到咧，可以咁讲咧，系植咧系一个最好嘅天然嘅熬合嘅产品嚟嘅。嗯，我就大家听嘅咧，熬合治疗啊 ，chelation 啊咁样样，咁呢种熬合嘅工具咧，系最好系帮助我哋咧，将重金属由我哋血液里边系掹走嘅。啊，咁我哋已经知道咧，嗰、那个植藻土咧系可以帮我哋吸收咗呢啲嘅水银啦，吓个 methyl mercury 水银啦，个大肠杆菌啦，内部嘅毒素啦、病毒啦，包括嗰个 polio 吓，嗰个小儿麻痹嘅病毒啦，咁好多嘅杀虫药嗰啲残留嗰啲即系有机磷化嗰啲杀虫药嘅残余物质啦，同埋好多药物嗰啲残余物质，咁可以咁讲啦。呢、這个植藻土啦，系一个天然嘅有机嘅大肠清洁同埋排毒物质嚟嘅。嗯，好啦，喺糖尿病嗰方面，原来咧佢发现咧，植藻土咧系可以帮助糖尿病嘅问题，俾个病人咧，原来咧佢可以增进咧我哋身体一种抑制嗰个胰脏嘅一种嘅物质嚟嘅吓，咁即系喺呢方面咧，佢系会减低呢啲抑制嘅物质啊，嚟到帮助糖尿病嗰个问题嘅。喺能量方面啦，我哋发现咧，植咧系会刺激我哋嗰个新陈代谢啦，令到我哋嗰个精力咧系更加提升嘅。咁亦都有啲人咧用嗰个时候咧就觉得哇，我精神太好啦，咁佢就会朝头早去用嘅。嗯，啊，咁亦都有啲人咧就觉得咧瞓觉会有帮助嘅，咁所以咧佢亦都唔需要瞓咁多觉嘅。咁即系呢啲都系咧，就因为嗰个植嘅本身个营养啦，同埋咧系植咧系我哋身体可以即系血液系吸收到入去嘅，喺毛菌嘅感染啦，因为植咧系含有一啲抗毛菌嘅功效啦，咁令到我哋身体咧即系可以保护我哋身体咧好多啲发毛嗰啲即系毛菌嗰啲感染嗰啲问题噶啦。好啦，头发嗰方面啦，咁我哋好多女性啦发现咧，佢用咗植之后咧，佢头发咧变得好柔软吓。咁，因为咧植咧系我哋头发嘅一个主要成分嚟嘅，咁可以咁讲咧，我哋身体
嗰、那个个头发咧系有90嘅嘅 microgram 吓、啊、系毫克系嘛？啊，每一即系每一个 gram 里边咧有90个 microgram 嘅，咁、差唔多咧，佢嗰个值咧喺嗰个头发里边咧系个成分咧系差唔多喺啲骨络咁多嘅吓，咁、骨其实咧大概100个。啊，100个 microgram 咁样嘅啫，咁所以咧，用一个好嘅值嘅补充剂咧，可以咁讲咧，系可以咧，系即系令到我哋个头发咧系更加活化咗嘅。咁、所以咧，系即系有啲人觉得头发有干旱啊，冇光泽啊，咁可以用呢、這个那个问题嘅。咁当然啦，如果你系甩头发咧，更加咧。啊，可以採用呢、這個個植草土啦，係可以可以預防頭髮失落啦，預防嗰、那個那個秃頭呢個問題啦，啊，咁因為佢會刺激我哋頭髮生長得更加好嘅，啊，咁令到佢更加有光澤啦，同埋咧嗰個硬度咧係更加啱啊，更加強嘅，咁。植咧亦都可以帮助我哋减少或者预防嗰个肾石喎、或者嗰个尿道嗰种感染嘅。咁佢系一个天然嘅嘅排尿嘅工具嚟嘅，会令到我哋个尿量咧系增加大概 30%。咁咧即系可以话咧系清洗我哋嗰个尿排泄嗰个系统啦，令到我呢啲器官嘅功能咧系回复翻正常嘅功能嘅。好啦，咁植嗰方面咧，喺个肺嗰方面咧，佢发面咧，佢可以维修啦，令到我哋嗰个肺嘅组织咧系更加强啦，系令到可以保护即系喺个肺咧系受到嗰个空气嗰啲污染啦，咁佢会令到我哋嘅嗰个肺嘅组织咧，即系加强或者咧系保持佢个弹性啦，可以减低我哋嗰个支气管嘅发炎啦，咁亦都可以咁讲咧，系帮助我哋减嗰种咳嘅，即系有啲人要咳得好长久咧，都系可以采用呢、這个。咁植咧亦都喺我哋上呼吸系统咧系会强化佢啦，譬如我哋鼻啊、口腔啊、喉咙啊，亦都会减低呢方面嘅即系淋巴嘅呢方面嗰啲肿胀啦，因为咧佢系会即系促进嗰个淋巴嗰个畅通嘅。真系好多功能、哦。咁而家时间差唔多，转头翻嚟继续自然疗法与你。六创意健康店是一间最多元化选择的健康店，提供2000多种不同种类的健康食品和饮品，环保家居及个人用品、健康产品、营养补充剂、一系列健康书籍等等。六创意健康店，电话2882-4848，网址www.healthshop.com.hk。欢迎翻嚟原网台嘅自然疗法与你，继续今日嘅题目植草土。咁头先袁医生同我哋提到植嘅功能啦，我知道仲有其他嘅、哦。系啦，咁喺植嘅应用方面啦，咁原来咧植都可以帮助一啲更年期嘅问题嘅，咁会减低更年期嘅出现嗰啲压力啦，即系会预防好多更年期嗰啲不良嗰啲影响啦。咁仲一方面就係嗰個抗敏原嘅吸收啦，其實我曾經都講過下㗎啦。咁其實點解呢？因為如果我哋嗰個大腸結腸呢係好多污糟嘢，即係充滿晒嗰啲雜質嘅時候呢，當然呢佢係會妨礙好多食物嘅營養嘅吸收嘅。咁植呢喺呢方面呢係會扮一個好緊要嘅角色。嚟到我哋帮助我哋身体点样吸收啲矿物质嘅，咁植本身系一个水溶性嘅咯，所以佢就唔会逗留喺个身体好长嘅时间嘅，咁所以咧我哋可以用一个即系不断咁采用呢个嘅植草土咧，系可以帮助我哋身体咧喺吸收矿物盐嗰方面咧系一个好高嘅水平之下嘅。好啦，指甲嘅问题啦。
咁我知道咧，其实我哋指甲咧系本身系一个比较复杂嘅蛋白质嘅结构嚟嘅。咁我哋每一个月咧，大概个成长率咧系大概4-5嘅 millimeter 啊，好慢好慢嘅平均嚟讲。咁用我哋植嘅补充剂咧。好多时候嗰啲脆甲呢就喺好短时间呢就会正常化㗎啦。咁亦都会令到你嗰个指甲呢係更加外观更加好啦。改善佢嗰个硬度啦，令到佢更加光滑呢係冇咁容易即係冇咁容易嘅分嗰个裂嘅。咁即係你知道啦，而家今时今日好多人呢鍾意做去修甲啦。咁你修甲呢即係當然啦，係令到甲好快整到表面好靚啦，但始終呢佢用好多啲化學物質嘅，咁所以呢如果我哋都盡量用一個內部嘅營養呢，令到嗰個指甲呢更加靚啦。好啦，骨質鬆疏啦，咁我大家知道啦，骨質鬆疏基本上係一個老化嘅跡象嚟嘅。咁當我哋嘅身體嗰個鈣慢慢地減少嘅時候呢，我哋骨頭呢就會變到脆啦，同埋變得弱啦。咁但是呢，如果我只是单单服用钙的补充剂呢，其实呢是不能够阻挡这个问题的。咁因为身体呢是本身是吸收不到，尤其当我年纪大的时候呢，我们吸收不到的。咁所以我一定呢是要加埋植呢，我们身体先吸收到钙的。咁所以呢我们在那个钙的补充里面呢，记住呢一定要加埋去植。如果唔系呢，骨质松疏的问题会出现啦。咁亦都当然啦，有啲人嘅因为骨质松疏严重啦，即成一种痛嘅，好痛嘅。咁如果我哋用植呢，係可以减咗呢个痛楚啦，亦都帮助我哋身体重新维修下。咁即係呢个问题，好多人呢就係骨质松疏痛猛咁食钙丸呢，其实效果未够，即最好呢就加埋用埋嗰个植啦。好啦。另一方面呢就係嗰个寄生虫嘅问题啦。咁其实呢人类呢，喺全世界嘅人呢，其实好多人呢都系受咗寄生虫嘅困扰，亦都好多国家啲人呢系死系攰寄生虫，因为导致个身体个营养不良咁样。咁所以呢喺植藻土呢，系无论对动物对人呢，都系一个即系对付嗰个肠里面嘅内部嘅寄生虫一个好好嘅工具嘅。咁如果我哋每日能够服食呢，咁佢可以呢就係即係消除我哋所有嗰啲肠里面嗰啲虫啊，同埋寄生虫啦，令到我哋嗰个肠道呢好干净清洁嘅。咁当然呢个呢就所以即係日日都用啦，咁清咗之后呢，身体当然呢个吸收嗰个营养嘅能力又加强咗嘅。好啦，孕妇方面用唔用到呢？咁当然啦，呢个系一个非常之好嘅补充剂啦。咁即系就算系怀孕或者唔怀孕都系好好嘅。咁喺怀孕期间呢，咁好可能呢就用嗰个时候呢就由细啲嘅份量开始用啦。咁譬如用半茶羹一日，即系初多嗰几日或者初多几个礼拜慢慢地嚟。咁记住呢要饮好多干净嘅清水啦。因为呢植藻系身体一种排毒㗎嘛。系咪？咁所以咧，你要慢慢地嚟咧，咁直到个身体咧，嗰、那个妈妈咧，那个怀孕嘅妈妈咧，觉得个身体要够 fit 下，先至可以继续加落去嘅。因为个过程里边咧，恐怕咧个排毒得太快，个孕妇可能觉得有啲即系受唔到啊咁样。咁好简单，慢慢加吓，由半茶羹一日，咁慢慢加落去嘅。好啦，植咧可以咁讲咧，其实大部分人咧都系植不足嘅吓，咁。我亦都讲过几好多次啦，即係植呢除咗其他方面呢，我植呢係帮我哋身体嘅吸收钙係好紧要嘅。如果唔係呢，我哋钙嗰啲补充剂係冇用嘅。咁我哋知道啦，喺呢一方面呢，佢嗰、那个即係同钙呀植呀相关嘅健康嘅问题啦，係包括血压问题啦，胆固醇问题啦，骨质松疏啦，同埋嗰个体重咧系减肥啦，嗰个美容方面嘅头发啦、指甲啦、牙齿啦、牙根啦、牙肉啦，身体个精神啦、能量啦、细菌啊，同埋黏膜啦，同埋咧可以话咧抗衰老啦、尿道感染咧、头痛，可以咁讲咧，真系咧植本身吓，即系我已经知道咧系嗰个各种功效系非常之广泛嘅。好啦，再讲返皮肤嗰方面啦。咁其实一个健康同埋嗰个美容嘅产品，对于头发啦、
指甲啦、骨啦、关节啦咁样。咁当我哋身体个直缺乏嘅时候咧，我哋个老化嗰种现象咧，系好容易系睇得到嘅。咁我哋因为佢，我哋需要佢制造骨胶原啦，系减低我哋嗰个皱纹咯吓。咁如果我哋经常吓惯常地用住嗰个直咧，我哋嘅皮肤咧就会变得更加即系青春啦啊。咁好多皮肤嗰啲问题啊。或者伤受伤啊，包括痕啊、疹啊、疮啊、指甲嘅皮肤嗰啲暗疮啊、鸡眼啊、油啊、湿疹啊、烧伤啊，或者冻亲啊，咁好多时候啲细蚊仔啲俾嗰啲蚊虫啊、昆虫咬伤啊，或者咧系嗰啲瞓觉下瞓得耐啊，有啲老人家啊，出现嗰个伤口啊，我叫做 bad sore 啊，呢类问题啦。好啦，咁当你个身体那个内部清洁嘅时候咧，当然咧我哋会瞓得更加好啊。咁所以咧瞓得好，咁自然咧我哋个身体嘅精力咧系会更加增加嘅。咁所以咧，直咧喺某个程度上咧帮助我哋睡眠嘅。喺直咧系可以加强我哋嗰个牙齿嗰、那个。enamel 啊，那个珐琅质，咁咧佢亦都会从而咧就直会减低我哋嗰个蛀牙啦，同埋我哋保持我哋个健康嗰个牙齿啦。咁你知道啦，好多时候咧，我哋个身个直咧就可以即系佢可以减低嗰、那个牙根出血啦，牙根嘅萎缩啦，或者收缩咧，导致我哋个牙慢慢松咗咧，结果最后咧牙会甩嘅。咁好多其实咧，我曾经讲啦，好多点解年纪大咧会牙会甩咧，其实都系因为我哋嘅年纪大咧，我身体嘅直咧嗰个储藏量、个吸收量系减咗好犀利嘅。咁所以咧，如果我哋喺直嗰方面可以即系经常惯常时补充住咧，其实好多啲即系牙齿啊、牙肉嗰啲问题都会有好大帮助嘅，系会减低我哋嗰个骨络啊。同埋牙齿嗰啲发炎吓，好啦，减肥咯吓，大家都好想知道吓减肥咧。咁原来佢可以帮到啲人减肥嘅，直咧可以刺激我哋身体嗰个新陈代谢啦，令到我哋嗰、那个那个身体嗰个精力会提升啦。咁如果我哋朝头朝头早饮即系服用呢个直咧，当然咧会减低我哋嗰个胃口啦吓，因为佢本都令到你比较有啲即系饱嘅感觉啦。咁我亦都知道啦，如果我哋个肠道系污糟吓，即系大肠啊，或者一个小肠道系污糟咧，佢亦都会导致我哋嗰个肥胖同埋黐肥嘅。咁因为我哋身体咧其实好简单嘅啫，一个污糟嘅肠道咧，令到我哋吸收正确嘅营养吸收系减慢咗，咁导致我哋个整体嘅健康都有障碍。咁所以咧，我哋身体咧，因为营养唔够咧，就感觉上咧就再食多啲嘢嘅，咁结果咧，我哋身体咧只系不断咁嚟到增加嗰个卡路里啊。咁原来个问题嘅系咩问题咧？我哋身体咧系因为太多毒素嘅啫。咁所以如果能够个用直咧，系将我哋嘅身体嗰啲毒素咧系大大咁减低嘅时候咧。我自然咧，我哋嗰个身体嗰个即系吸收嘅能力啊，吸收营养能力啊，会足够咧，唔需要我哋搏命食极都好似唔够呢种咁样嘅感觉嘅。嗱，好多人咧系用家咧，佢自然成日会讲起嘅，即系我觉得人好似感觉好似好咗咁样。咁其实呢啲感觉咧，其实主要的原因咧就系我哋身体嗰啲毒素咧系排走嘅。咁令到我哋整体嗰个免疫能力系加强咗嘅，咁我就可以话咧，即系直咧系排毒啦，细菌排毒咧，可以一个最佳嘅天然嘅熬合物质，将我哋身体嘅重金属咧由我哋血液嚟到掹走嘅。咁我哋系你知道啦，香港亦都好多人咧就去医生嗰度咧做一啲即系 chelation 吓熬合嘅治疗，咁一方面几贵吓，你做一次都成千声。又唔係做一次嘅，做好耐嘅，同埋好花時間嘅，喺坐到坐一兩個鐘頭咁樣。咁其實如果我只可能咧用呢個咁樣嘅簡單嘅嗰、那個直嘅直組套咧，咁已經可以達到呢種
即係喺血液排除重金屬嘅效果啦。咁有啲人話啲咁嘅重金屬邊處嚟嘅咧？咁其實我知道咧，而家重金屬咧喺我哋嗰啲疫苗啦，疫苗裏面有好多啲水銀啦，我哋氟處理嘅水啦，我哋好多啲嗰啲即係除臭劑啦，有好多鋁啦，我哋海產裏面亦都好多啲毒素啦，我哋嗰啲包裝嗰啲物質啦，嗰啲 wrap 嗰啲鋁啊、鋁紙啊咁樣啦，咁亦都有啲鋁嘅含有鋁嗰啲主食嘅器皿啦，咁我哋罐頭啦，係咪汽水啊、飲品啊、啤酒啊嗰啲鋁罐啦，其實好多嘅來源咧係導致我哋有呢個嘅問題噶啦。咁好啦，咁喺用嗰方面咧。有的时候呢我哋会发现呢有啲人呢就会出现一种叫做排毒嘅反应嘅。即係佢初初用嘅时候啦。咁如果我哋万一我遇到呢个情况呢其实好简单啫。将嗰个分量系减低啲啦。咁直到因为我哋即係我哋当佢身体一路咁清嘅时候呢咁慢慢地先将嗰个分量呢系增加到一个正常嗰个容量啦。呢一节时间差唔多阵间返嚟继续治疗法与你。六创意健康店是一间最多元化选择的健康店，提供2000多种不同种类的健康食品和饮品、环保家居及个人用品、健康产品、营养补充剂、一系列健康书籍等等。六创意健康店，电话2882-4848，网址www.healthshop.com.hk。原网台的自然疗法与你继续我们今天的题目植祖土。刚才袁医生你说原来这一样东西不同时候应该吃不同的份量，那究竟是怎样吃啊？最简单的呢很多人呢都会这样的，就用一碗茶羹等你一杯水，咁就喺饭前就用嘅，一日三次。咁记住服用嗰时候咧，又要不断咁嚟到搞佢嘅，因为佢系唔会溶水嘅，即系喺我一般嘅清水里边唔会用嘅。咁当然啲水咧就唔好用啲热水，就咁用嗰啲室温水就够噶啦。咁所以咧，通常咧我哋就会搞咗之后咧就嗱嗱声饮咗佢嘅。如果唔系咧，植祖土咧会沉落个杯底嘅。咁当然啦，如果有时候咧你发现佢沉落杯底啦，你咪再搞下佢咯，先至嚟到地用啦。咁所以一般嚟讲咧，就有啲人咧就用一次，一日一次或者一日三次都有好多效果嘅。咁有啲人咧中意咧就系瞓觉嗰阵时候咧就饮一汤匙咁样样。咁佢就谂过咧，你好可能咧就会将食物嗰方面啊。即係會減低我哋食物啦咁樣。咁但亦都有啲人呢鍾意朝頭早飲。咁亦都就有啲人呢就會加啲果汁啦。咁有啲人呢就會加落嗰啲蛋白質嘅飲品啦，嗰啲 smoothie 嗰啲或者朝頭早杯清茶嘅。咁當然啦，有啲人呢就覺得呢就係、是、因為佢令到你個精神即係會增即係會好醒嘅。咁所以呢就有啲人就覺得唔應該臨瞓嗰時去飲嘅。咁最緊要呢就係、是、要飲多啲水。咁仲有呢就你又都除咗初下孕婦啊，同埋有啲人呢係一種排毒嗰個反應，有啲覺得唔舒服啦。咁一般嚟講呢直呢你係唔會過量嘅。因为任何嘅过量嘅植咧，你都会身体咧都会排走嘅吓，喺我哋个血管血液里边啦，我哋肾啦，同埋我哋小肠里边排走嘅。好啦，但喺个应用嘅植嗰方面咧，其实大家都要小心嘅，因为咧植嗰啲粉咧系粉末系好幼细嘅，如果天气好干燥咧，佢会飞扬出去嘅。咁如果你有哮喘啊，或者有嗰啲其他啲肺嗰啲毛病啊，咁
你好可能喺个处理用嗰时候咧，要小心啲啦、嗯。啊，如果你发现佢系飞扬得好犀利咧，可以甚至视乎咧，你要戴个口罩啊。咁但系当然咧，香港嘅潮湿天气咧，我自己应用咧，其实好少会咁样嘅，因为香港始终知道潮湿咧，好多啲植土咧，啲嗰种粉咧，其实都唔会飞起嚟嘅，有少少即系有个湿气喺度啦。咁佢有冇味噶？嗱，植草土咧，其实系完全冇味嘅。嗯。啊，咁所以有啲人咧就当水饮咯，咪当饮杯水啫，系咪？又唔会有啲泥味噶，即系吓啲啊黏土系咪一种泥味咧、嗯？其实又唔系嘅。啊，咁所以佢系真系冇乜味道嘅。咁所以啲人咪觉得唔好味味，啊加啲果汁咯。嗯、啊，咁即系其实可以加落饮品嗰度吓。咁、啊、因为咧植草土系好干嘅，会收干作用嘅，所以用嗰时候咧就小心，唔好飞落只眼嗰度。系。如果令到你眼好涩嘅，好干嘅。咁、啊、即係如果係即係有啲大風嘅地方啦，咁當然小心啦，冇啲風向嘅關係嚟吹到落你個手啊，即係當然吹到你手啊、面啊、皮膚就會令到佢乾嘅，咁嗰啲即係嗰啲身體啲啊，即係屋企啲寵物啦，都會小心嚇，都會影響到佢哋嘅。咁因為佢啲土好黏好細啦，咁所以應用嘅地方咧就小心，唔好喺嗰啲地氈多嘅地方，嗯、因為佢真係走咗落去之後咧，其實好難去吸佢出嚟嘅。哦，亦都可能吸咗落嗰個吸塵機咧，令到吸塵機咧都好似塞咗咁樣嘅。咁、嗯、記住咧就唔可以煮下。亦都唔好擠一個熱嘅飲品。咁我記住啦，植草土呢係有好多嘅應用啦。咁但千祈唔好用一啲即係我哋過濾水嗰種植種土，因為呢啲可能有少少毒素嘅。咁、嗯、我最緊要用嗰啲係叫做食物級啊，即係食用嘅植草土啦。嗯，明白曬，多謝曬袁醫生今日同我哋嘅分享。咁如果大家出面揾唔到嘅话，可以喺我哋六创意健康店度购买到嘅。咁时间差唔多啦，如果各位有急切性嘅问题，可以打以下呢个电话同袁医生预约会诊：25773798。如果想重温翻我哋嘅节目，可以上我哋嘅网址 www.sourcewadio.com。唔该晒袁医生。好，多谢大家收听，拜拜。拜拜。